菩提心，心无疲厌，那你就不会在这个轮回苦了。来轮回是来利益众生的，所以各位，生命苦不苦？真苦啊！但是不怕苦，为什么不怕苦？因为没有我就没有问题。第三，超过一切世间种性，种性啊，做皇帝啊，婆罗门啊，做刹帝利啊，这个世间，特别各位在美国有种族的分别，对不对？我白种人、黄种人、黑种人，好像有一点分别啊，住的地方不一样。但是如果你发起了这个菩提心，心无疲厌，超越世间的对待分别，为什么？你想菩萨种性，不是世间种性了、啊。你做上帝、做皇帝叫世间种性。我们发起菩提心，各位都是成佛的种性啊，菩萨种性。第四，不堕声闻，辟支佛地。你绝对不会去抓罗汉，所以因为你活的是为了众生，不会为个人解脱，所以各位念阿弥陀佛很好，但是不要为自己念阿弥陀佛，你不要管自己，为众生念阿弥陀佛，愿众生往生净土，你保证往生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我为自己，我怕自己不能往生，不要这样想。往生净土，你只要有信心发愿，阿弥陀佛100%的接引你，你不要烦恼自己啊！但是烦恼自己呢，你就会堕落自了汉啊，就是可以往生了，中品往生。我们希望大家念一下上品上生，好不好？下辈子上品极乐世界见，然后再来分配你要去投胎哪里。一起来利益众生，但是越以后的时代越难度众生，因为这个科技一发达，就像各位现在 iPhone 一起来就完蛋了，世界就变了啊！很多老师很丧志，我去学校很多老师没用了，我们家怎么讲学生不理我们了啊？因为你讲的枯燥乏味，还不如他看手机的快乐啊！所以这个世间不好度了。但是越难度，所以各位有一个要发愿来具足福报，具足功德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啊，这次来纽约，我一定要在纽约最有人的地方租个小店面，然后在这边发书啊，然后在这边微笑 ，hello hello hello 这样啊，然后呢，一尊观音菩萨给他们拜，对不对？不是啊。人多啊，那个都是我们的父母啊，对不对？如果各位你在纽约开店，麻烦你在门口就放个小柜子，然后就放一些佛经、佛书啊、结缘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放一点咒语啊，让他们经过听解脱啊，点一支烟供香啊，让他闻解脱啊。因为这么多人那边走来走去，啊，就要赶快。所以我们老和尚把妙觉寺开的地方重不重要？重要啊，人多啊，啊，众生多啊，热闹啊，啊，所以热闹的地方接引，安静的地方当他们修行，啊，要带他们能够离苦得乐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不要为了自己救你，声闻辟支佛就是我为了解脱，但是他离开众生，啊，所以热闹的地方才是我们度众生的地方。所以我在街头走，我就很认真，走得很端正。因为让别人看到你有个好印象，心里一直念着我爱你，你不能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，那不行。愿我走在这边，我累劫累世现世所修功德布施给对方，对不对？言而彼此的生意，所有功德布施给对方，你像一个转经轮一样，好吧，像一个经幡一样，让对方看到你，看到你，所以你要心无疲厌，才不会堕落自了汉啊。第五，生一切如来家，好不好？如来家就是净土，生在有佛的地方。下一个佛叫弥勒佛要来了，要不要来？要啊，参加龙华三会啊！那有人问我说：“师父，我很想去极乐世界，又要参加龙华三会，那怎么弄呢？”极乐世界你要上品上身还来得及参加龙华上会啊！极乐世界一个晚上人间12大劫你看不到弥勒菩萨成佛的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发菩提心，
上品往生，所以很多祖师大德，那我直接往生弥勒净土比较快，下回跟着弥勒菩萨来，虚云老法师、太虚大师、玄奘大师都可以的啊。就是说，只要有佛来投胎，我们都一起来，好不好？下回再见，这样。都身在如来家，具一切菩萨愿，只要帮助众生的，你都要发愿，好不好？所以要各位要具足各种利益众生的，你不能说那我做这个那个我不用做，不行，来一切随喜，都要成就。你要成佛，你要做国王，你要做老人院，你要开孤儿院，你什么都要做，好不好？你都要圆满。第六，学习一切如来功德，修行一切菩萨诸行。所以大乘经典各位要看，特别华严经后面也写的如来品功德，哇，如来的不可思议，每一个佛的不可思议，那我们才会升起敬仰心，那我也要成佛。那你要成佛，那你就要发愿啊，修行一切菩萨的诸行，这个诸行就是普贤恒愿品，发了愿，那万行无愧，你通通要去做，通通要去做。所以我意思是引导各位，供花要符合波罗蜜，供水果要符合波罗蜜，好不好啊？什么叫符合波罗蜜？就是说今天你去放生，今天你去点一支香，那你要这一支香就要符合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、方便、愿力，你都要符合。你要观想它，哦，像各位今天来妙觉寺，你布施你的时间，这个叫布施波罗蜜。今天我们来妙觉寺，今天没有在这边造业吃肉，哦，持戒波罗蜜，好不好？今天各位来妙觉寺啊，人多啊，挤啊，后面很热啊，忍辱波罗蜜。后面为什么很热？因为他们点灯啊。等一下前面的灯我们下课再点，好不好啊？那一样点，但是忍辱波罗蜜，精进波罗蜜，然后，哦，我今天要努力的把这个事情做好。禅定波罗蜜，大乘的禅定就是说符合悲心，一心一意的不离悲心的去做。般若波罗蜜，虽然我们来参加法会，但是我们在思维空性，对不对啊？不离因果，思维空性。所以那各位，你每一个动作都要符合菩萨愿力，就是符合波罗蜜，所以就是修行一切菩萨诸行。睡觉不离菩提心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发菩提心的，睡觉也是功德，去 shopping 更是功德，因为你是为了众生嘛，去庄严的。第七，得如来力。所以如果你心无疲厌的去实践普贤行菩萨道，你就可以得到如来的各种功德。再来，摧伏众魔及诸外道，这就是佛陀最厉害的啊，能够摧伏种种的魔障。事实上，念一下：烦恼魔、天子魔、死魔、五蕴炽盛魔、五蕴魔啊。所以《八大论学经》里面有这四种魔，那我们内外都能够摧伏啊。所以各位心中有没有魔？有，对不对？这个叫烦恼魔，烦恼魔从我执魔来的，所以内外都有。外道，什么叫外道？虽然你是佛教徒，但是不是在消除贪嗔痴的，不是在圆满菩提心的，这个都叫外道啊，附佛外道。甚至这个世间有更多的不是佛教的外道啊，在修行，你都能够降服他们，也让他们能够修行。所以亦能除灭一切烦恼。所以各位来，菩提心起，烦恼消灭，这个很简单的。当你心中充满悲心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会有嗔恨心呢？人不会一心两用的。所以你要让自己心无疲厌的，我要成佛，我要如何去利益众生，那个时候烦恼就没有了啊。就像我在这边讲的这么用力，各位现在有没有烦恼啊？忘了，回去看到你老公，烦恼又来了。啊，你没有分别，你老公是谁？阿弥陀佛，这样就没烦恼。你儿子是谁？文殊菩萨。老婆是谁？观音菩萨。家里是哪里？极乐世界。啊，你要去转化，你不去转化，你就永远在烦恼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发菩提心，不舍弃众生。我们是要去度太太、度老公、度儿子、度邻居的，了解吗？
所以因为对方，你就可以度他。他的好你学，他的不好你慈悲，所以他是你修行最好的助缘。没有众生身上没优点的，没有众生身上没烦恼的，那是因为你心无疲厌的要去利益他啊，要开发他的善根，调伏他的烦恼。那你去忙这个，心里就没痛苦，所以增一点烦恼就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断无明，所以你发起菩提心，那你自然除灭一切烦恼。第八，入菩萨地，进如来地，啊，你就入了菩萨的境界。来念一下，入登地菩萨。哦，布施成就就入登地菩萨了，对不对？布施持戒，持戒成就入二地菩萨，然后到十地菩萨，啊，所以十地菩萨像地藏王菩萨就示现十地菩萨，啊，大宝法王一生下来就示现十地菩萨，哦。知过去未来啊，对不对？有神通啊，所以很多大菩萨不分在家出家，有些都是来示现的啊。所以接近如来地，近如来地来现证实地，这样努力哦。这一辈子不浪费时间，要努力修到实地菩萨。所以各位呢，实地经要看啊。那实地菩萨怎么修的？甚至看华严经。这些都不会很难做，你知道了你就去努力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一辈子可以一直修，修到实地菩萨，修到不处菩萨，所以这叫进如来地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挑几个重点讲，好不好啊？请翻到144页，这144页呢是莲花生大师。莲花生大师不是人生的，他说阿弥陀佛的身口意示现在这个人间的，从莲花出生的，叫莲花生大师。他是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本师释迦牟尼佛三合一示现的。他没有死，他现在都还在，啊，在罗刹国度众生。但是莲花生大师呢，他是事实上他是。释迦牟尼佛心间现出来的，然后呢，也示现了很多佛藏师把这些真理在不一样的时间取出来，所以我印了三本呢，很重要的。然后呢，这里面是一个重点，这里面是莲花生大师跟佛母依稀错家讲了一些发菩提心的重点。那我这本。小小的笔记里面，前面是华严经，中间是告诉我们如何闻思修的修行，后面呢就把这些莲花生大师对女众菩萨所讲的这种发菩提心的方法。但是很重要的，你要发菩提心一定要先这样做，来断十恶业，修十善业，以这个为基本而发起菩提心啊，这是基本。但是我希望各位也不要排斥，因为想说问的是密宗，那你这样想就不好了。所以士者行者的特质，就是一个发菩提心的修行者，他有什么特质呢？那各位要回光返照，我有没有这个特质呢？啊，所以要修学菩提心之人，必须具备一些特质。第一，你讲他必须向往大乘的法教。而非声闻或缘觉，就跟华严经的内容一样的啊！我要成佛啊！我要累积所有佛的功德，我要教化众生。他追求他向往大乘的法教。第二，念一下，具有大智和去除一切执疑啊！他肯定万法诸法的本体空性啊，体相用，还有这个大智慧去了解一切，所以。啊，不怀疑，啊，去除一些质疑。第三，应该皈依某位上师与皈依三宝，并对谬误或低劣的法教感到疲乏。他唯有想要赶快成佛利益众生，而去依止如佛的善知识。所以各位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念一下《喇嘛乾隆》，就是说。希望哪一天可以找到如佛的师父啊，啊，然后不止一位啊。如果按照善财童子53参啊，这些祖师大德，
他们都是参访了太多的善知识，啊，甚至是在家的，只要他是啊，因为善知识佛菩萨会显现各种的化身，所以念一下千百亿化身，释迦牟尼佛，啊，这每一个佛菩萨都是千百亿化身的，那各位你要去皈依，啊，所以你不用找，你真的发心了，他就来找你。准备好做好学生，好老师就会来了。啊，重点是自己。如果你没有真实发起菩提心，就算住在你隔壁的是佛，你也不认识他，对你也没用。但是你发起一种佛性的追求，那你就可以对佛性感动。万一这位善知识有菩提心，你马上会哭的，你很感动的。啊，你不用就像迦叶尊者看到释迦牟尼佛，他全身起鸡皮疙瘩，这样啊，就像几孤独长者一样，他看到佛陀的时候，他听到佛陀这两个字，他心里就发光了。奇怪，晚上乌漆抹黑，他不能睡了，他有一道光，他就跟着这样就光就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发起了，他听到佛陀累世的善根速现，所以佛陀就站在那边等他。他见到佛陀，听闻佛，他那一次去是要去为他儿子去相亲的，结果听到他的做商的朋友说：“我明天没办法跟你谈生意，我要去见佛陀。”他一听就发光了，然后见到佛陀，佛陀给他说法，正得出国，他就决心把佛法带回他的国家了。所以他在他的国家用他所有的黄金买了土地，对不对？建了几孤独园，各位印度有没有去过啊？一定要去。印度的佛陀出生地到涅槃地，佛陀的加持力还在那边。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你到我的圣地消无量业障，至少升天，就算病死也升天。”所以这个四大盆地啊，包括大陆的四大名山啊，各位一定要去，好不好啊？一定要去。那这些佛教国家又有加持力了，缅甸的大金塔，印尼的波罗浮屠塔，吴哥窟，通通要去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去，要存钱，要健康，不然你去不了，好可惜哟，啊，好，所以各位要皈依这个菩提心的师父，而且皈依三宝，而不要去追求个人解脱啦。世间的福报，站在发菩提心，各位念一下，无求自来。你不用一直说我这样做，希望我房子赶快卖出去，赶快发。你不用不用，发菩提心，具足世间所有功德，具足解脱的功德。啊，佛教并不是说一定要先修这个，你只要发菩提心，你就世间的因果你也在实践，而且你不执着，所以呢，下士道、中士道都具足了，啊。所以要正发菩提心，你就再背一次道心中衣食无缺，衣食中无有道心啊！你要以菩提心要去利益众生，那你世间福报太大了，无求自来啊！第四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因天生平静以温和，好不好？做个温柔的人，极静温柔，这是修行人的特色，忍辱慈悲啊！但是千万各位不要有敌意啊！所以说，这些有些人对佛法充满敌意，乃至心术不正，国王受骗，所以就不太适合。所以，莲花生大师跟出家要戒除对敌友的分别之心，这一点很重要啊！所以各位呢，我们是哪一国的人？极乐国。地球是一家，不要有分别啊！有些人在修行佛法，哎呦，我讨厌那个，不要对敌人更要有悲心，对不对？有一位大师说，他被关了20年啊，所以说他说他人生最大的危机呢，就是差一点对敌人失去悲心啊！不能有这种敌人的想法，要永恒的对他慈悲，要这样以后个性平静温和。这四样各位背下来好不好啊？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，那你要有这种生命的特色，所以这本好好看好不好啊？我一个礼拜出一本呢，
现在第二个任务是要给它翻成各国的语文，然后呢，透过网络加上图画，都在想着如何推动佛教，如何接近众生，啊，也要让自己能够圆满。嘿，1月4号星期四至1月5号星期五，澳门弘法行程。1月4号星期四，念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、持斋除罪九十节、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万倍。上午8点半，澳门帝豪酒店会议厅4楼八观斋戒法会。1月5号星期五，日光菩萨圣诞、九莲菩萨圣诞，上午10点。澳门路环码头放生。1月6号星期六至1月9号星期二，香港弘法行程。1月6号星期六上午10点，香港优潭尾上竹围真善路点灯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。1月7号星期日，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亿倍。上午9点半至下午2点半，香港北角杨子金码头海上放生。1月9号星期二，念卢舍那佛、大势至菩萨、持斋除罪1000节、彰显大地圣诞，下午2点半，香港北角陈述渠大礼堂。慈悲与智慧心灵讲座。1月11号礼拜四，莲花生大师殊胜功德日，善行加恶行升10万倍。晚上7点，新店大明讲堂佛法讲座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。1月12号礼拜五，上午10点，家人发王寺。恭送地藏经甲慈悲超度法会，联络电话02-2423-9448。1月13号礼拜六，东宫真身圣诞，上午8点半，板桥闭关讲堂传授菩萨戒法会，联络电话02-2951-0355。1月14号礼拜日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读诵90劫，上午8点半，板桥闭关讲堂传授菩萨戒法会，联络电话02-2951-0355。1月15号礼拜一，念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，持斋读诵7000劫，上午10点，板桥闭关讲堂白度母长寿法会。联络电话02-2951-0355。1月16号礼拜二，念释迦牟尼佛，持斋读诵8000劫，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加恶行升9亿倍。上午8点半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八观斋戒，护生降万灯、降万水、加甘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03-989-9319。更加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